第一步，点击车载设置，工厂设置，工厂设置，输入12345678904004，确定。这里有四个 logo， 通常只要开启这个 EAP logo， 点击右上角场景自定义 AP logo， 打开之后，进入文件浏览器 SD 卡的下面，查看有没有这个，有这个 Y logo 文件夹声明 logo 打开成功，进行复现问题。当问题出现之后，等个1到2分钟，再进入文件浏览器，把这个 Y logo 长按复制到 U 盘，复制完了之后要等待1到2分钟再拔出 U 盘。logo 拷完之后，再次进入工厂设置，输入密码进去，把这个 AP logo 开关关闭就可以了。